我跟你讲吗？吃了啊！哦，看到了，不是这间，那夜，对，还在前面。哦，这么远、啊、？Yes。他开辆 Benz 来载我们去的、啊。谁开 Benz？ 那个在上面认识的一个朋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一间 Italian 这一间。哦，看到了。看起来很小哦，那你看里面的 waiter server 主厨都来跟我们打招呼，好厉害哦！好不好吃？Agree， 好吃。一个人多少钱？大概我们一个人在22欧。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昨天也是22。我们吃的在66块，三个人。我们吃110，五个人。你跟谁？跟 Paul 啊？没有啦。就跟小红跟那个 Jessica 哦、OK， we are leaving the departure Kenneth， 拜拜。今天是2014年的7月19号下午的5:20，现场报告结束，拜拜。